就是我们要把右边的这一个 pin 啊，这边要剪一个小缺口，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怎么用。那我们这边有砂纸哈，如果有粗糙的话，稍微把它磨一下，把它磨顺就好了。把这个磨顺就好，好，就放在这边。那现在我们先来组合这个 BB， 在 BB 要组合之前，我们就这样把它锁进去，那锁进去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可以点一点点的螺丝固定剂，这个螺丝固定剂。好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十字起坐，把它锁起来。这个就已经完成了。那再来呢，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LDS 的 servo home 里面啊，需要涂一点螺丝固定剂，但它旁边这边有一点跑出来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把它擦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组装在一起。这个我刚刚已经有重力点，已经有归位了，所以它就可以把它组装在一起。那在这一个螺丝上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涂上一点螺丝固定剂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锁上去。好，我们现在使用螺丝帮它锁上去。好，这样已经锁紧了，这个部分这样完成。